好，好，今天看到大家好像蛮有精神的。好，我们来看看那个积分啊，黎曼积分。今天呢，我要进去那个理论啊，黎曼的积分理论。然后呢，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可积，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已经有一个定理就出来了，那个定理是重要的啊，我们叫做所谓的积分判别法，可积判别法啊，就是可以利用它来判断一个函数是不是可积的啊，那。你看到就是说，我们学的那些 limit 啊，然后 supremum、infimum 啊，在这里呢，都要有一个，就是都要有一个角色在里边的，好，那就开始了哈。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是来介绍这个黎曼积分的理论啊。那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哈，这个黎曼大概是1826到1866的人物，他这个积分的理论呢，让我们看清楚什么函数是可积，什么函数是不可积啊。那而这个积分的整个想法。都非常清楚。那给定了一个曲线函数。那我这个函数，当然我可以用一个曲线将它的图呢给它表示出来。那我有兴趣的一直就是要我要考虑就是这个所谓的 area under curve 啊，就是曲线底下的面积。那黎曼的积分呢？整个想法就是，我是用一些所谓的狭条啊，用一个长的长方形去逼近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啊，就是我将这个整个底下的图呢分成可能很多的一条一条的狭条，然后将它们看成是长方形来看它的面积。那我们这里呢，整个理论来说，可能跟大家认知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我这里呢就是好了，这个是一个定义，所以我将一个区间分成若干点啊，那这个若干点呢，我们叫做一个所谓的分割 partition。啊，一个 partition，那比如说我现在呢，这个 A、B 这个区间，我随意的分成，事实上用五点将它分成四个格子，那底点呢，我叫 x 零、x 一、x 二、x 三，就 x 四就完了，所以我在那边呢，那个小 n 呢，就是等于四，是这样子。好，然后我。第二，所以我有一个叫做 delta xi，是一个符号，就相当于就是说，
我的第 i 格啊，譬如说 i 二就是等于 x 一 x 二啊，我是这样子定义的。那它的长度我就叫做 delta xi 啊。那这个当然我想也是大家对这个 delta y delta x 都应该很熟悉，所以这个 delta xi 我想我不用多解释了啊。这个 delta 我们一般就是表示说是一个格的一个两个点的差异啊。好，那所以这个格的长度呢就叫 delta xi。 那我叫做所谓的在这里呢，我就有一个所谓的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的定义。那upper sum 是等于什么？就是等于我这个所谓的所以我又用 delta xi 呢，将它变成长条，长条的面积是一个比较大的面积。我的 mi 呢是等于小 f 的在 ii 的 supremum 啊。那譬如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这个所谓的事实上它不只是 supremum， 它是一个 maximum， 最大值就是在右端点，刚好呢我们这个是一个递增的函数，最大值就是要右端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M1 大 M1， 所以大 M1 乘以我的 delta xi 事实上就是等于这一块的那个长方形的面积，是不是啊？那然后我对每一格我都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个是 M2 M3 delta x3 M4 delta x4， 那所以呢这些斜线呢合起来的总面积和就是我的所谓的 upper sum UFP， 函数 F 对照着这个 partition P 它的上合 upper sum，你可以说是上合。那相对来说我们当然有一个lower sum， lower sum 是一个下合，那就是它是等于这个 infimum 啊，就是 F 有没有 minimum， 事实上我不清楚哎，因为这个 F 可能是断的函数，现在我们没有这个 F 是蛮普遍的哦。那它的 supremum 跟 infimum 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大的条件，我们现在的黎曼积分呢都是考量 bounded 的函数，是说我有一个大 m fx 呢每一个点呢都是要比这个大 m 小，因为它有上界有下界，所以我这些 supremum 跟 infimum 呢必然存在啊，必然存在完备性公理啊。那所以符号上呢我这里是没有瑕疵的啊，这个是一个我这里是没有就是是完整的哈，没有漏洞的。好，所以我现在呢小 mi 呢就是考量是这个 f 在 ii 这个小区间的 infimum 啊，那如果它有 minimum 的话，当然这个 minimum 就是 infimum 啊。比如说在这里我因为它是递增的比较简单，它的左端点就是这个小 M1 小 M2 小 M3 小 M4 啊，是整个区间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个我将它乘以这个底下的这个 delta x1 这里的 delta x2 delta x3 delta x4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lower sum 啊，所以他们呢都是我这个面积啊曲线底下面积的一些估计，一些逼近值，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现在呢跟真正的面积呢，真正的面积应该是这条线啊，当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如果我的格子呢越变越密的话呢，这个差异事实上是变小的，变少的啊。那我们就是基本上用那个想法去看，这个就是黎曼积分，所以事实上到最后就是讲 limit，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 limit， 微分跟积分都是跟 limit 有关系的
啊、哦。那好，第四个点我要定义的是这个所谓的上机跟下机。Upper integral 跟 lower integral， 那怎么说呢？你可以想象出来，就是说这是 upper sum 啊，都是比面积，都是比我真正的面积要来的大的，所以我如果要估计这个真正的面积，我当然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它是比较小的值啊，不同的 partition， 当然有不同的 upper sum 啊。我的点放在哪里，我有几个点出来的 upper sum 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当然希望到最后呢，我们有一些规律，就是说如果我的 n 越来越大的话呢，这个 upper sum 呢事实上是下降的啊，是会下降的。那无论如何这个是比面积大的，所以我如果真的是要看这个面积的话，我要找它的某一个角度来说，找它最小值。那最小值不一定有啊，啊，最小值我又怕它没有，所以呢我找它 infimum 啊。那同理呢，我这个 lower sum 是比原来的面积小的，那我希望找它的最大值 supremum 啊，这个最小上界啊，最大值不一定存在。那这些也是一定有的，这个因为这个 infimum 跟 supremum， 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的 f 呢是 bounded， 我干脆呢我不用这个绝对值大 m， 我是说我用一个比较对跟我们现在符号比较切合的一个选择，就是它是介于小 m 跟大 m 之间的啊，它那个函数呢是活在一个小 m 跟大 m 之间。比如说我这个函数我的小 m 当然是随便一个，比如说小 m 啊，大 m 啊，小 m 跟大 m 函数都是那个 y 值呢都是在这里之间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很明显嘛，就是说这个 lower sum 当然是比 upper sum 小啊，然后呢就是它是小于每一个 mi 呢，大 mi 呢都是比这个 m 小，所以呢我事实上呢是这个 m 呢我可以抽出来，对不对啊？那我就得出这样子的一个和。而右边是什么东西呢？右边是 delta xi， 就是我的整个线段的和。而这个总和事实上我不用算，无论你怎么样子去分割，这个当然就是等于总长度 b 减内啊，我这个底下线段的总长度啊。我这个 delta xi 我是任意的，我再强调哈，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一个点的，它可能是平均，可能是不平均，我不知道，但反正它那个线段的总和一定就是 b 减内。那同理呢，你这边呢是一个小于 m 的 b 减内，所以我会说你的在我们的这个大的假设底下呢 upper sum 有上界也有下界啊，所以这个 infimum OK， lower sum 有上界也有下界， supremum 也 OK 啊、哦。我当然可以求它的 infimum， 只是这个 infimum 意义不大，我们就不考虑啊、哦，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个符号完完全全就是都是严谨的啊、哦，没有漏洞的啊、哦，都是一些实数，一定是一个实数。我还有一个所谓的。有一个我叫做你可以当然是可以看成是 remark 啊，这个是一，这个是二啊，我的所谓的 area under curve
啊，是在我们这个设计底下呢，当然是小于等于我的 upper sum， 啊，大于等于我的，我再说一遍，对于所有的 partition 啊，给定了 f， 对于所有的 partition， 那我的 area under curve 呢是等于是一定是比这个 upper sum 大，比这个 lower sum， 再来一次，给定了一个 f， 对于所有的 partition， 我这个 area under curve 一定比这个 upper sum 来的小，比 lower sum 来的大啊，从那个图呢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好，那现在呢我的这个 upper integral 啊是 upper sum 的 infimum 啊，蛮麻烦的啊，先 upper sum 再 infimum 啊。那我简单来说呢，我可以有一个数列是收敛到这样子的一个 infimum 啊，我可以找到一个 partition 呢，是可以将这个选择的 upper sum 呢是收敛到我这个upper sum 的 infimum， 所谓的 upper integral， 我也可以在这里呢选择一个sequence 的那个partition， 使得呢它是收敛到我这个 lower sum 的 supremum， 啊，所以我的 area under curve 呢就是应该是介于我的 lower integral 跟 upper integral之间，啊，之间。那好了，那现在呢，我就是要，这个是 remarks。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底下，怎么样子有积分呢？就蛮清楚的。一个函数，它这个所谓的曲线底下的面积可以求得出来的话，就是当它的upper integral 跟 lower integral 是相等的时候，啊，如果它相等，这两个相等，那就压逼着中间就夹着这个，好像有夹击一样，你的这个 area under curve 就是要等于它们，啊，那就是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我可以讲曲线底下的面积是等于多少，那否则的话呢，我就不清楚了啊，怎么切？出来这边是一个，譬如说这边是等于一，这边是等于零，那好了，那曲线底下的面积是什么，那你就搞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定义呢是，这个是 definition 5。那我这里呢不算很明确啊，事实上呢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直观的看法，因为我后面呢会给一个严格的证明啊，我们这个东西这个第二呢啊，我后面呢还会给它再证一遍啊，就是让它更严谨啊，因为你怎么样子选一个数列，选一个 partition 的一个数列啊，对，一个 sequence of partition 呢，这里事实上还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哦。那当然我可以给它弄清楚，但是我有一个更简单的证明哦，我的后面呢会给出来啊，所以我现在呢是要给一个第五个 definition， 就是 f， 我们说 f 是 integrable 啊，可积，可以求积分的啊，一个函数 on ab，或者是有一些书呢 over AB 啊，那如果它的 lower integral 是等于这个 upper integral 啊，那我就说它是可积啊，它是可积。那那然后这个积分就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实数嘛啊，这个实数呢我就定义为
F 的积分，啊，那整个流程呢是蛮麻烦的，事实上是蛮麻烦的啊。那但是呢，这样子的话，我们是看得更清楚啊，不是每一个函数都有积分的。那然后我们怎么样确定它是这个函数这个曲线是可以找到这个积分啊？就是经过这些 upper sum lower sum， 然后呢，upper integral， 这个 upper integral lower integral 啊，来确定它是可以找到积分的。好，那这是一个图画。我今天呢，我的设计呢，是我先进行一些理论，然后在后面我才有一些例子来说明，就是整个机器是怎么样用去确定这个函数是可积，然后呢找到这个积分啊。那这个过程呢是一点点烦的。那一直到微积分基本定理出现了，那整个事情就简化了很多啊。那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不是每一个函数都微积分基本定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可能是那一块呢还不算少。但是你有一些函数找不到积分的啊，那你怎么样算它的面积？你还是用黎曼和啊，哦，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一的 x 平方，不定积分找不出来的，啊，那我们还是还蛮多函数不定积分找不出来的嘞，哦，那它的黎曼和是什么？那就真的是从基本定义来出来的，哦，所以第一个 lemma 呢，事实上我已经证完了。啊，我就是如果我的 fx 呢是活在小 m 跟大 m 之间啊 ，for all x 在 i 就是 ab 那个 b 区间，然后 p 呢是一个 partition of i， 哦，不写那么多了，那则我就有呢这个。我的 lower sum 跟 upper sum， lower sum 一定比 upper sum 小，然后呢他们有一个上界也有一个下界啊，那就是我这里所讲的那个东西。那其中这个东西是明显的，因为我的小 mi 当然是比我的大 mi 要来的小，他们是同样一个区间的 infimum 跟 supremum， 那 infimum 当然比 supremum 小啊，然后你乘以这个 delta xi， 大家都乘 delta xi， 当然比较小，然后求和，当然这个不等的关系也是会保持的，所以这个不等号呢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个不等号跟这个不等号我后面有解释啊，我前面已经有解释过了，所以整个我可以这样子看，就是你这个等式呢，是基于我们以下的一个不等式。啊，基于这样子，然后我乘掉 xi 再求和，就得出这个东西，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lemma， 4.1 啊，这个是我们的第四章啊。那然后接下去给定了 p， 好 p 跟 p star 我都叫做是 partition of i。那我称呢 P star 是一个 refinement of P，
如果呢，我的 P star 呢，我的 P 是 subset of P star， 啊，我们这些partition 呢，我是用一个集合来形容它，它是我们刚才已经写了，就是说是一些 x0 x1 一直到 xn 的一些点。那如果我这个点呢，我这个 P star 呢是拥有更多的点，那啊除了 X 的点呢是那我就叫 P star， 就是 P 的 refinement 啊。我要说是说，这里我当然是可以画一个图来给大家看啊。那这些refinement 的这个关系呢，是一个重要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的 lemma 就会看得出来。那譬如说我现在呢，白色的是四点啊，是事实上是总共有五点啊，就是 x1 x0 x1 x2 x3 x4。 那我的橘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就是 x 零 star、x 一 star、x 二 star、x 三 star、x 四 star， 一直到 x 七 star， 总共有七个点。然后这七个点呢，是包含着原来的这个 P 的五个点。事实上这里有八个点的哈，从零到七总共有八个点，那这个是叫P star， 那这种呢就叫 refinement， 啊，这种就叫 refinement。 那万一我譬如说我这个 X 没有这个 X2 star 哈，我漏掉这个 X1 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是 refinement。 那 refinement 有什么重要呢？我这里可以上面搭一个曲线，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如果我用 P 来求这个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我们是这样子看的，我就看 upper sum， 就看 upper sum 吧，啊 ，upper sum 是这样子，那这里呢就是就不是一个递增的，所以你看到呢，就是这个 upper sum 呢，不见得是都是。值呢都是右端点最高的啊，这个是 upper sum。 那如果我对 P star 去求 upper sum 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东西呢？大家来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个总面积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你取 upper sum， 我就将它分成两格，两格的话呢，这个右端点刚好就是原来就是最大值嘛啊，那现在呢对于这个右边这格呢，它还是最大值，可是呢对于左边这格呢就不是啦，啊，它就一个小一点的值，所以这个是新的对于 P star 的 upper sum， 它比起原来的对 P 的 upper sum 来的小，啊，你的格越密的话，你的 upper sum 是越小，啊，那这边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是小一点，你也可以说它一样。反正它不会比它大，哦，这里，对不起啊，这里事实上没分的，啊，我的 P star 是一样的，所以我就选一格是一样的，那这边有分的，啊，如果你分的点越多的话，你可能就少越多，对不对？所以新的 upper sum 跟旧的 upper sum 就差了一点点啊，当然这个多少呢就是看函数的状况了啊。是不是那些绿色的部分就是小出来的东西，那哦有趣是 lower sum 的时候呢是相反的，
啊，是相反的。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简单的一格来看。如果你这个原来是一格，比如说 x0 x1， 那你取落 sum 呢是这一块。但是如果我中间加两个点，我的落 sum 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是一样的，一样高度，然后再加这一块，再加这一块，这个落 sum 呢越密的话，落 sum 越多，是不是啊？点越密，落 sum 越多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证明的一个现象啊。那这个是我的定理的第二个 lemma， 是怎么说？他说，如果 P star 是一个 refinement of P， then 我的 lower sum 你越 refine 的话越大，然后我的 upper sum 越 refine 的话呢是越小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从这个图画是非常清楚的，我可以给一个证明啊，就是我令呢 P 是等于 x0 x1 到 xn， 这个 n 是随意的啊，就是我们取某一个 n， 然后切到某一些点，那个就是我的 P。 而且呢，我这样子的 numbering， 就是说我这样子的一个编码的话呢，是一个点那个点呢是越来越大的啊，而且 x0 要等于 a， xn 要等于 b 啊，这个才是一个 partition 啊。那我们这个写 p 的话都是要 partition 的啊，我这里不写了。那好，我就p star 是这个 refinement 啊，已经讲好了。所以我这个 P star 呢，我可以将它分成是PI star， 其中呢我的 PI 呢就是PI star 呢就是是那个 partition of the subinterval。 xi 减一，我叫做 ii 吧，啊，就是 ii 是什么 ？ii 是 xi 减一到 xi， 是这样，啊，比如说我这里就是 ie， 我将 ie 呢，这个就是你可以看成是我们的 pe star， 啊，我将原来的小区间 ie 呢又再重新再分割，啊，那我将这些重新再分割的东西给它。所谓的合并起来就是我的总的那个分割啊。那利用刚才4.1所说的啊，我的 i 呢是等于1到 n 啊，利用我的4.1的这个 lemma 4.1所说的，我的那个所谓的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我们考量的这个 PI 就是。我们在这个区间上面去考量这个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意思就是说它是取代了我们原来的所谓 A 跟 B 啊。那
对于每一个 I 来说，它的 upper sum 一定比 lower sum 要来的小啊，它是重新再分割的。那然后它们当然也小于我将这个公式呢重新再写啊，那就是它是当然会小于我的啊，我的 MI delta XI 是不是？因为我的 AB 呢，就是我的XI 减一 ，XI 是这样啊。那所以我将这个如果叫这个这个式子叫一的话呢，这个一呢就会 imply 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大于小 mi delta xi， 是这样，哦，啊，我将这个一呢放在这个大 ii 这样子的一个区间上面呢，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号，然后当然求和啊，我的总和就会小于等于总和 L PI star， 总和是怎么样子 ？I 是从1到 N 啊，那然后呢upper sum of 这个 PI star 总和1到 N， 然后这边是 MI 的 delta XI 1到 N， 是这样啊。最右边呢，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实在是对于 P 这个 partition 的 upper sum， 最左边是我的对于 P 这个 partition 的 lower sum 啊，然后中间的啊，就是将每一个 II 上面的lower sum 给它求出来，然后再求和，跟我整个 AB 的整个大区间对于 PI star 这样子求 lower sum 当然是一样嘛，哦，就是我将这个求的 lower sum， 然后隔壁的一个小区间分成几个又取 lower sum， 合起来当然就是整个的PI 的 lower sum， 所以因为我的这个 P star 是等于这个 PI star 的所谓的连级，所以它是我这样子说吧，这个就是等于 lower sum F 的 P star， 然后这边是 upper sum F 的 P star， 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有最后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等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的 lemma 二啊。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左方这个不等号跟右方这个不等号，那中间的中间的是这个小于这个是一定的，对不对啊？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一串的将它写出来啊。OK，那好，因此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可以给一个 remark， 就是随便那刚才我要强调这个 refinement 呢，这些 lower sum 跟 upper sum 可以比较，我可以说一定就是你越 refine 的话呢 lower sum 越大 upper sum 越小，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是，我一个是分成三格，另外一个是分成四格，大家没有重叠的，那谁大谁小我就不清楚了，就要看函数啊，不同的函数呢那个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麻烦的地方，可是呢我们现在这个符号呢，这 partition 的这种符号呢它本身不可能比较，但是我们可以给它
随便两个 partition 啊，给它做一些手脚啊，可以这样子看啊，它是 partition of 这个 I。啊，那我就考量呢，是这个 P 一 union P 二，我将这两个原来是不一样的 partition， 我将它连集，连集出来了，当然就是就这么多啊，这五个啊，然后这五个当然比原来白色的三点要来的密，它是这三点的 refinement， 也是橘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四点的 refinement 啊，这个五点跟这四点来说也是它的 refinement 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新的 partition 啊，也是一个 partition， 两个 partition 的 union 也是一个 partition 啊，我可以将它写成是类似这种的。这些点击啊，将它排好就 OK 了。那而且呢，它是 refinement of P1 and P2。当然，因为它们是包着 P1 也包着 P2 的啊。那我的 lemma 4.2 就是说，对于这种的 refinement 来说，我的那个 lower sum 都比原来的要来的大哦，特别的话呢，我有呢是说我的 lower sum P1 union P2 要比 P1 的 lower sum 要来的大哦，这个是 by 这个 4.2 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论据，然后它的 upper sum lower sum 本来就是要比 upper sum 小，然后这个 upper sum 因为它是 P2 的 refinement， 所以我的 upper sum 就是要变小。那得出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对于所有的 P1 跟 P2 啊，无论你怎么选啊，他们的 lower sum 我不能比较，可是一个的 lower sum 一定比另外一个的 upper sum 要来得小，那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啊。OK， 那这个结论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就可以做到我刚才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的 lower integral 是所有的 lower sum 的 supremum。 现在呢，我先固定了一个 P2， fix 一个 P2， 所以这些随便一个 P1 或者随便一个 P， 它的 lower sum 都有这个 upper bound， 所以它的 supremum 也要比它小，对不对？ supremum 是最小上限，所以我有什么呢？我有这里我等一会再详细写的啊，但是我先写一写，这个 lower integral 一定会比固定的一个 partition 的 upper sum 要来得小啊，因为它是所有的 lower sum 的 supremum， 而现在呢，这个是一个上界，所以最小上界要比它小。好了，所以最小上界就是一个数嘛啊，它比这个 upper sum 要来得小，就算是我换了不同的 partition，这句话还是对的，这个 upper sum 也是会比这个 lower integral 来的大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所有的 upper sum 的一个下界，所以右边的 infimum 存在，而且它比这个数要来的大，我们就有刚才所说的 lower integral 一定要比 upper integral 要来的大，是这个意思哦。那这个就是啊，讲的我写的话可以两行就写完的了哦，但是那个意思要想清楚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所谓的最小上界最大下界这些基本的东西呢
要去理解啊，那就那个这个论据呢就会清楚。啊，事实上这个就是 colori 4.3 啊，是对于所有的 partition P1 P2 啊，那我们有呢就是 lower sum 一定要小于等于 lower integral 那个，然后这个叫 upper integral， 啊，就是小于这个。啊，那我这里呢就可以，事实上呢，这个证明呢是可以从这里开始的，但是我已经做了一半了，所以我就是从这个二式再开始，再继续做啊，那个证明呢，就是把这个二式啊，我随便一个fix 这个 P2 啊，我们的对于所有的这个，我应该这样子说，就是说这个 upper sum 呢。UFP2 就是一个 upper bound， is an upper bound of all 这个 lower integral 啊 lower sum upper sum of 这个东西 for all partition P 啊，那因此呢这个定义呢就是它就是要大于等于它的最小上界，就是这个 supremum of 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 by definition 就是等于我的 lower integral 啊，My definition 就是我的 lower integral 啊，那现在呢，这个 lower integral 是一个实数啊，它是一个实数，所以我固定了这个 P2， 当然也是当初是先固定 P2。它就有这个实数作为下界，那不同的 P2 同样的都是这个实数作为下界，对不对啊，所以它就是所有的这些不同的 upper sum 的下界，那这个最大下界我又也当然会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啊，所以是一步一步的将东西来变，啊，是这个样子，嗯，因为这个 partition 呢，也是随意选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数啊是。Is a lower bound of all for all 这个upper sums 啊，那所以我想不多写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小于等于它的 infimum 啊，那而这个 infimum 呢又大于。又要小于，这个是自然的啊。那这样子合起来就是我们的 colori 4.3 呢，就成立了啊。所以我们一口气呢就弄了三个
lemma 啊，这三个 lemma 呢是重要的。我们就因为这三个 lemma， 所以我们刚才的所讲的这个lower integral 要比 upper integral 来的小，然后呢，它是夹着我的总面积哦。这个想法呢是给大家体现了啊、哦。那然后，所以我这个定义呢，就是当我的 lower integral 是等于我的 upper integral 的时候呢，这个面积就可以定义得清楚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呢，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义啊。在我这三个 lemma 啊，将它讲清楚以后呢，这个就是一个。